说实话，真的是兄弟，没什么好。不用细说了吧？这个你们姐弟俩，这又是磊庄，又是贵阳的，对，这个革命也是一从他是怎么跟我，就那次你们去咱们见面那天，他跟小兵通了一个话，啊、嗯，当时就让小兵把电话给我，其实我们没通过话，也没见过面，就非常那个啥，所以心里头就觉得这兄弟姐妹就更好，多少年没见。也没见过面，也不认识，但是实际上一接触啊，就跟多少年一直在一起，咱们亲。这谁呀？一杯酒啊，说那么多话，第二说不完啊。说呀。对，好，第二一杯酒说那么多话。我对大家的感念和这种感情啊，在这酒里待不起来了，我们都上。好，有。